来自1911年超美内装大公开。嗨，栗子小伙伴，今天要介绍的是台中市役所。台中市役所是日治时期的建筑，在摆上老旧物件这种氛围我还蛮喜欢的，而一楼的室内是可以免费参观，有贩售干燥花，还有质感细的盘子、锅子等。侧边靠窗的位置有阳光洒下，在这边看书气质直逼天花板，还有贩售部分的周边商品。侧边还有一处长廊，也是美到不行的啦。如果喜欢我介绍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栗子小伙伴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